虎子，开门。是。应该说，是我们。哥，看好他。是。林萧，苏梅，别走，留下来。我在呢。你说，林萧他们不会有事吧？不会的。这么多天都没有动静，总是有点担心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林萧他战无不胜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他。也许吧。你跟以前不大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？以前的你愤怒热血，可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着你自己的情绪。可如今你已经开始为别人着想了。我以前有那么差吗？嗯。可是人总得学会成长，学会领情吧。那么多次，林萧救我于生死一线，视我为兄弟，我萧水寒，无论如何，都该以生死之交待他。就算我以前是个怂包，可是我有一腔热血啊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。
行了，不早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还不困。飞雪，谢谢你，我真的不敢想象，要是没有你陪伴的话。 我能不能走到今天？你能。没有谁需要永远被保护。你也一样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不需要我的。不会，不会有那么一天。 飞雪，你记住，我需要你，永远都需要你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你的职责就是保护我了。如果有一天你不保护我了，那说明你在推卸责任。好，那我就。 出城，你觉得呢？那你们回来是为了杀我的？你不配。那回来干嘛？报仇。你们好像少了一个人吧？ 算我没问。要不是孙瑞生前说过，为了戴雨石留你一条狗命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你。生前，你是说他死了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死了，死了就可以和诗诗在一起了。 你杀了我吧！动手啊！你怎么还不动手？来呀！他抢走了我的诗诗，现在又跟诗诗死在一起，凭什么？我和诗诗从小就是青梅竹马。 他孙瑞凭什么？孙瑞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可怜虫。你杀了我吧，你杀了我，我就可以跟诗诗在一起了。你不配。